我们再来看一次，讲到吃香喝辣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个工作，哎，一个月收入大概17万，一个月工作大概17万，然后他有行政费跟特制费，签单就可以领，嗯哼，也是大概跟他的薪水一样，也是十七万，他不错，16万多了，一个月三十几万，哎，然后呢，每天早上不一定要签到，通常大家看到他的时间在中午，在公司的餐厅，嗯哼。 那个公司叫什么呢？那个公司叫台北农产品加工司。嗯哼，那个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韩国瑜先生。嗯，担任了4年，有没有证人？哦，我们欢迎被告嘛。嗯哼，那个证人呢叫我朋友叫许常仁先生。许常仁，当时是他的董事长。啊哈，韩国瑜先生呢一直都是瘦瘦的，就是中午才到公司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吃午饭。嗯，有一次喝酒喝醉了，干那蹦哎。 被港督，今天我讲的要讲我虎精嘛，哇，敢那，够好吧？被港督，对，我讲我虎精啊，哦，指责可以，哎呦，你们酒醉不？你们酒醉啊啦，你们酒醉啊？被人家一人，别人被农的人把他拦下来了啦。哦，啊，什么赌什么的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哦哦哦，那反正这个事情当时是在餐厅的，北农就一个餐厅一郎的，在中道等吗？一郎餐厅的，民权东那边的，中道等啊。 中道等的就是讲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，我就说有一个工作，有一个工作16万多块17万，他有行政费有特资费，不用单据签了就可以领，是，所以一年偷偷的年薪大概连他给自己的奖金大概给到400万，因为许安讲吴依宁嘛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，你觉得算不算吃香喝辣？特别爽，按起啊，也在拍麻将。 去朋友那边自己那边打打麻将，然后呢会喝酒，喝酒的时候像我的朋友就有请过他喝酒，带他去喝酒，单纯朋友带他去喝酒，为什么？他心情不好，心情吧，当然啦，一心情吧，有朋友才给你们酒，对啊，喝酒的时候呢，当然要女生帮他倒酒，为什么喝倒酒就是女生？因为他们习惯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。 就是有女生倒酒的，就是通常我们去餐厅不会有女生帮你倒酒啦。台北市餐厅很多嘛，男生应该听得懂嘛，因为那个地方有 piano bar 嘛，可以唱歌嘛。这样子的工作有大概快4年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在讲哦，这个东西算不算吃香喝辣？啊，韩国瑜有没有白白胖胖？没有。因为呢，许常仁有一次呢，在会议在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讲，在开会的时候跟他讲。 你嘛只要较大块诶，许常仁迄阵是啥物职位？伊诶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柯P任命的董事长嘛。我这样讲应该很具体啦，因为讲到这么具体，如果要被到位，甘心情愿。哦，这是陈东豪咱们李兰的节目讲诶，韩市长要请假去选总统，伊无甲高雄市民回信的哦，你会记诶无？无。 人心中一生，那莫进来，伊就等于上班。那要心中一生，伊家己变咧，伊对高雄市民，伊无来负责。我讲的是迄心态，好、哦。即马，请教一下易中兄啊，你捌敢那讲互破无？捌无？毋捌咯，捌安尼敢那讲互破要讲赌无？ 那是真正是要保护家己的家人的时候，我才做这款动作。哦，但是我那是平常时，我可能做这款代，那是萝卜鸡在做的代志。萝卜鸡在做代志。那有些路会看，那萝卜在弯鸡的时阵，就是迄敢那破，因为你知道玻璃打破有那个刺的，是真的很可怕。那个是可以把人家刺死的，所以迄个路迄个路萝卜鸡在弯鸡的时阵才会打破敢那安尼叉。如果是真的这样代志，希望我较含，就是说这些人酒品有够歹，而且性地来讲嘛不是讲就好诶。 我只能说，刚刚听完东豪哥，如果跟我哥共同去熟悉的，其实我还我刚刚嘛真羡慕啦，就是讲我嘛定来心情不好啊，啊，无人要招我啉酒啊，请我啉酒吼，啊嘛，你若心情不好，嘛没有小姐帮我倒酒，我感觉我都要听伊咧讲，我是真正就羡慕，我唔知北农总经理你嘛够有威无啦，无我去做一个专员嘛好，靠，这么，我会使去遐做一下打工，就是讲伊的生活真正过了袂歹，但是。 我讲的这人就是吼，太水吼。我其实不是要形容他的生活，生活是陈东豪讲他其实说你这样没有吃香喝辣嘛，我是要想要了解他的心态。你想看麦啊？中午大家拢上班，巴肚要去吃中餐啊，北农有餐厅哩中餐，结果中餐伊就啉酒，啉酒了伊。
发生什么代志，伊敢若讲话要共堵，伊到底是要堵谁啊？啊，迄个是，我就跟你讲，伊是什么款的人，是这款心态啊？我呢，真性格嘛就歹呢，讲会安尼，恁那种是混混落魔在做代志，所以。惊惊咧！我咧怎么回事？我电来骂韩国，哎呀，林刚伊那看了我，咁样企到要搞，我一种过来。我不是吼要讲韩国有或没有啊，这是啊东豪这个讲的。我把洪孟贵苏贞昌，伊做屏东馆长，伊讲迄阵的议长就是郑泰吉。伊讲郑泰吉哦，有一个记者写了伊无爽，伊甲记者叫来。讲这你批你写哟，记者看到郑太吉叫来要收哦，搁写到伊批批错呢，啊，大粒官小粒官，结果伊甲问啥哩？啊，讲你用刀手写，伊讲哦，郑太吉去酒店，小姐吼，伊看了无爽，你知影？迄个酒杯啊，那个高脚杯啊，讲我怕对小姐敏感度诶。哎呦，哦。我不晓得有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老实讲，我是觉得那个心态跟那个性格是很特别哦。